哎，可以可以，来坐坐坐。我怎么洗床单烘一烘都还没烘干，茶喝没个两泡，这样子来来去去厕所上这么多次，是怎么了吗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是因为我一上床躺没多久，又有尿意想要上厕所。这样子哦，没关系，我教你一个招式就可以改善了。来，我们先把脚打直。当然呢，你躺在床上也可以练哦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坐在椅子上面。然后呢，右脚先不要动，左脚这样子敲100下，哦，哪脚先都没有关系哈，敲100下。好，再来呢，左脚不动，右脚敲100下。对，好，敲完100下之后呢，两只脚再一起敲100下。好。这样300次当一个回合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多做几次，保证让你一觉到天亮。